我是伪装狼，联合刺客经常狂，开局就忍着就好，无人识破我伪装。我队友记了，刚才好像是那个二号直接把四号刀了。来，我这边哨子，刺客狼有种子猜我，不猜就刀我。二号刀了人，那这不铁轨了吗？难道这把要单挑？迷雾还有十几秒，淡定别慌，找机会，看看人在哪里跑。这有巨人在墙角，迷雾一看谁知道？伪装之后变一号，干脆就把他击倒。我看到六号伪装狼，然后他变身到了谁忘记了？三号，场面有点混乱哦，好像一号到了个什么玩意儿，六号伪装狼吧？妈，我平民呀，谁说我是狼的？真的是服了。不是三号和五号都看到你伪装了吗？这三号都是哨子呀。